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做人当君子，君子当如竹。临风不曲折，欲立天地间。我觉得肖战的2019年应该过得非常精彩，很充实，对，很充实。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就是当周围的人都把掌声、鲜花和关注送给你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是一种对自己的历练。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今天来到经典咏流传，首先第一，你和那英老师一块儿唱了我们的主题曲，然后刚才又听了那英老师的那一首《山水又一程》，什么感受？哦，其实我刚刚在下面，我有被感动到。我通过娜姐的演唱，我看到了那个画面，我看到了纳兰站在了那个可能是一个山谷的高平台上，对，然后望下下面的千丈灯，千丈灯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壮阔，但是同时又有一丝的悲凉感。这个歌曲真的是打动到了我。刚才我们俩是坐在下面听您在唱，他是一直在学习，每一个曲调，每一个您的处理，他都在跟我做很专业的普及。尤其您那个高音“故园无此声”的时候，有一句最高的音，然后他说：“哇，这个太难了，谁写的？”后来我说：“谁写的？”说刘卓老师。然后他突然想起来：“哦，对，我的歌也是刘卓老师写的。”所以待会儿你要唱的歌难度会，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你选择的诗词吧。郑板桥的《竹石》。但这首诗应该大家非常熟悉，怎么选这首诗呢？选这首歌有三个理由，我先说第一个吧。因为其实梅兰竹菊里面，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是竹子。哦，小时候其实有学过国画，所以郑板桥对于每一个学国画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不陌生。对，最有名的其实就是他画的竹子。竹子，选诗的时候看到《竹石》这首诗词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我就说那我就选这首吧，一下子勾起了你小的时候学画的时候的那个回忆。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小时候语文课本上其实它的那个诗词的旁边就会配那种插画。哦，调皮的时候就会用那个钢笔先画一横出来，然后有些墨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就用手把它抹开，然后再用一点墨水去画它的那个枝桠，然后就会用嘴这样把那个没有干的给吹出来，就很自然。哦，最后能吹出一根竹子的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一根那样的样子。哦，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这个事情。没有。完了，你这个特别的存在。很可爱。第三个理由是因为其实竹子对于我来说从小到大其实我都能看到它，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它都是那样挺立在风中，然后颜色也四季常青。我记得张艺谋老师的那个《十面埋伏》也是在重庆拍的。竹林里那场戏。对对对，难怪你身上有一种武侠风。康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您能给大家再普及普及这个？郑板桥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他主要成就就是一个书法家和一个画家。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把隶书和行书这个结合起来。他的绘画呢，主要是竹子。他画这个竹子呢，成为了一绝。掌声有请康老师，把我们心中的竹子表达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能看出来是竹子。
康老师这个也是国画的风格是吧？嗯，对。我只好奇，待会儿这个画作会送给谁？这个画作作为我们经典永流传，流传的对象，可以，很好看。而且康老师画出了不同季节的竹子，因为他用了两种不同颜色的笔，有那种带着秋天的已经转黄的那种颜色的绿，但是也有春天的那种苍翠的苍翠欲滴的那种绿，是不同季节的竹子展现出的这个气质是不一样的。哇，他现在在什么干什么？又画了假山。哇，您这有点超纲了啊。我们都说画竹子，您山都出来。为什么他的山上还飘着雪啊？哦，飘雪。不是，这是上面点的。这肖战应该知道，这青山一般上面都点青苔的。对，他是这样。你俩聊吧。我是真不懂。竹石刚好是肖战今天要传唱的这个诗的名字，应该不会把整首诗写上吧？送给肖战啊。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很意外哎，康老师，我们以为他是个西北汉子，内心细腻啊。对，这我写的是肖战指正。啊，谢谢康老师。好，太值了这一趟来的。啊，天哪，谢谢康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为经典传唱人肖战开启传唱时刻。我是经典传唱人肖战，我把《竹石》唱给您听。东西南北风，要定青山不放松。
就盼真情，人儿东西南北风。试问前路，不论天何苦，只为心中不变的态度。山不放松，你更愿在火焰中，千磨万劫换真情，人儿东西南北风。要定青山不放松，你更愿在火焰中，千磨万劫换真情，人儿东西南北风。换真情，人儿东西南北风。唱之前先轻轻的埋了一个伏笔，说我待会儿唱的跟大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说的特轻，结果人家倒好，第一个音符一爆开，哇，所有一切就再想象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不一样，一开口就把我就太意外了，这。其实一开始出了一个编曲，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版本，就是传统的中国风，然后当时我们听了一点，总觉得说缺少一点什么感觉，然后后来我发现了缺少了竹子的那种力量感，敢于冲破一切阻碍，拼命往上，所以后来我们就跟老师探讨，那我们来一版不一样的吧，就 rock 起来。可能平常大家看到我的外表也好，可能一些谈吐也好，可能会对于我的印象是比较的文静内向一点，但是其实我想让大家看到，其实我的内心就像竹子一样坚韧刚烈。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边有这么一句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那我觉得像肖战他就给我的印象就是茂林修竹，最重要的你穿了个西装，打了个领带，穿了个球鞋，而且还有一个眼镜，这是一特别斯文的特别修长的一根文静的竹子，是吧？但是为什么你会采取一种暴烈式的表达呢？暴烈式，我在想一个人如果特别坚定于自己的立场，这种人是很难动摇的，他可能在形态上表现得很柔弱，其实他就像一根钢丝一样，他是软的，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断裂。所以在200多年前，郑板桥这样一个文弱的文人，但他偏偏要说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句话不妥协，是吧？我觉得就是今天那个肖战，他用这样一种方式不妥协，不妥协，对不对？那么今天呢，从茂林修竹中走出一个西装男，他却唱出了内心里边的对于理念的一种坚定，所以这种演唱的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直接内心的一种表达。我觉得这是青春版的竹石，非常棒。但我特别好奇，因为你生活的家乡也会有很多的竹子，竹子的印象有改变过吗？从小到现在。其实
竹子一直在我心里面，它对于我的形象就是特别的坚韧挺拔。我觉得可能跟我从小在重庆长大有关系。嗯，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坚韧，就是面对生活都是积极向上的。竹子伴随着我们生活，我们有竹筒饭，然后有吃，有竹椅、竹桌子，最重要的是重庆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叫棒棒啊，棒棒军。包括前段时间我回重庆，我一直想寻找这样他们的身影，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们用的那一根棒棒其实就是竹子，他们用这一根竹子挑起了生活的重任，挑起了一个家的梦想跟希望。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竹子对于我来说，它可能不仅仅是植物，它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然后伴随着我成长一种精神，激励着我。我们希望像肖战一样去不断的努力，过一个充实的2020年。那竹子的偏爱，其实竹子除了它有它的气节之外，还有一些好的彩头。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很多家庭会买富贵竹，也是希望讨一个吉祥。比如说在爆竹声中一岁除，爆竹也是用竹子做的。所以肖战今天在，我们也要邀请他来给大家送一些新春的祝福。然后今天每一位，包括那英姐、小撒，我们都一起上来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送一个新春的祝福吧，都得跟竹有关哦。来，从肖战开始吧。好，先，祝大家新的一年竹报平安，花开富贵。好，好，好，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胸有成竹，马到成功。就知道那两个成语都被他们说了。这样吧，我们祝一下幸福，好不好？祝愿所有的青梅竹马都能终成眷属。哇，青梅竹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竹报三多，势如破竹。好，好，说一副对联吧：梅竹平安春意满，春轩并茂。寿元长，好，好，横批，横批，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好，那我最后就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在学习上虚怀若谷，在事业上节节攀升，在生活上四季常青。好，接下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来为肖战开启分享通道。我是经典传唱人肖战。如果您喜欢这一首《竹石》，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一起分享诗词，传唱经典。